7月24日，江美琪与小雨宣布将于7月13日一同举办好友拉阔秀音乐会。两人首次合作，都期待能擦出不一样的音乐火花。虽然双方一开始很害羞，小美表示自己会多花一点时间来熟悉彼此。其实我们有花一些时间，慢慢的去熟悉彼此。但我觉得音乐会蛮棒的一点，就是说可以让原本不是很熟的人，然后可能慢慢的借由音乐会，这样的一个方式，让我们可以更了解彼此的音乐，然后可以多认识一个朋友，觉得蛮好的。当天是四川雅安地震强震后的第四天，灾区纷纷传出严重灾情，也让演艺圈艺人牵肠挂肚。小美与小雨也希望雅安灾民早日脱离地震带来的伤害。我觉得音乐它本身就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力量，所以在这边也希望雅安的朋友们可以好好的重拾心情，然后尽力加油。当然也希望不要有更多的人去受到伤害，这样子。对啊，现在这个时候就更需要团结，大家一条心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对啊，那大概是这样子吧，加油。